刘敏出演《烈火军校》做过主持人，上过春晚，《武林外传》中扮过赛貂蝉。另外，刘敏扮演的霍小玉也格外吸睛，端庄大气的造型也是备受好评。那时候被称为剧中最美的赛貂蝉就是刘敏扮演的。不过现在翻看刘敏当年的照片，竟然觉得如今的她已经和当初的那个赛貂蝉判若两人了。除了当演员，刘敏还曾做过主持人。很歌记的刘敏还曾两上春晚，第一次是和魏基安、杨磊共同表演的小品《圆梦》，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三等奖。同时作为中生代演员的代表，刘敏的演技一直都被观众们认可，塑造的多个经典角色也都是深入人心。这次《烈火军校》中刘敏饰演的霍小玉也同样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。那么刘敏出演这部好看的这部《烈火军校》，你有追吗？